据外媒报道，美国名媛丰臀金金卡戴珊的20岁同父异母妹妹肯达尔詹娜追随姐姐的脚步，成为网络时尚红人，吸引不少人加入成为她的粉丝。脸书及 Instagram 兼有破千万的追踪者，人气非常高。不过近日她遭到一名不明男子堵在家门，现在她马上报警求助。据外媒报道，最近肯达尔詹娜与妹妹凯莉詹娜以及一票模特好友一起飞到巴哈马群岛度假。然而他在14号返回好莱坞豪宅时，发现车道的门边就有一名陌生男子等在那里，甚至在他准备通过时试图尾随并靠近。他马上打电话报警，并且一直待在车内，直到警方抵达现场才赶出来。该名男子当场因跟踪行为遭到逮捕，才让肯达尔当场松了一口气。肯达尔詹娜并不是家中唯一遭不明人士跟踪的人，她刚过19岁的妹妹凯莉詹娜也在6月初遭到疯狂粉丝跟踪回家，对方不断地敲她家门，甚至用车撞她家为篱。现在她当场也赶紧报警备案。